哦，我们今天排在最后，好，路口逗留，台语叫做楼靠老老手。今天来到我们高雄市，哎，其实中央公园我们有来做过接应哦，那我们也有台高雄市的街头艺人证啊。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最后上来一个表演的团体，我们可不可以邀请我们的小朋友来充当我们今天所有的 dancer 好不好？12岁以下的来，全部都到那个广场，因为默默阿姨要唱一首。哎，你们干嘛？12岁以下、欸，我12岁，你们两个都12岁以上吧？哎，我们小孩12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怕你们坐着跳，等一下椅子那个脚会断掉啦。那不要看阿姨年纪这么大，阿姨也是会唱蔡依林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真的，我没有说谎，说谎他的鼻子会变长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请小朋友来跳舞了。想要跳舞吗？
谢谢我们的路口逗留来，哦，阿威叔叔要送礼物哦。我刚刚有跳的，有跳的，有跳的，来，有跳的都送个小礼物哈，有跳的，你有跳啊。